婆啊，你看看这个哦，这个新闻都看不下去，要挟我。现在这一些小孩子哦，真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了，成天哦不学无术了，那边玩街打架、叫家惹是生非啊。老公，现在社会是很可怕，不过我们家徐小摩那么乖，那么可爱，吃到哪里都想不到的。讲到这个，我真的是来自我的内心，我要好好的感谢你。这个先放下，老婆。老公，多亏这个家里有你，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。这一切的一切呢，就是当初我真的娶到了你，那种感觉，如果没有你，哪有这个家呀？哎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不是。Ambo， 这是我们家的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是打我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我的是，我最主要的是要提醒一下，你说这个和乐融融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天伦的这个很开心的这个。那我们家天伦，我们家天伦不行吗？对，就是说，等一下。我们家门好好的，你刚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刚刚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刚刚是攀岩攀上来的。攀岩，对，阿林助理来，来来来来，助理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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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里讲就好了，不是？我想，我想说，你们从来没有来我们家吗？好好的介绍一下，我们家的三房两厅呢，对面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阳台哦。我跟你讲，三面采光哦，然后通风设备极佳。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西都西都北方吧。不是来看房子的嘞，我是不好意思，徐先生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。你说，你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把眼镜戴上，比较看得清楚一点，好不啦？哎，啊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哎，因为你们家这个徐小摸啊，哎，好像在我们社区里面，好像发生一点不太让人家满意的事情。你现在在讲什么？不是，所以有很多住户好像要投诉了。投诉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我想说，今天来这边是来澄清一下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了。来来来来，我讲给你听哈。你这样讲，好像说我们家的家庭教育不是很好。不是，他很乖的人啊，最像我的，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怎么可能会去外面这什么恶作剧什么东西？没有的事情啊！我不是说责怪你这教子无方，或者是这个不会教小孩，还是说你这个太宠爱小孩，太溺爱孩子，我们都没有这个意思。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但是你刚刚呢讲了几次，好像就在教育我一样。没有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们也没有说你教出来。没有没有叫出来，没有好像没有这样子。我现在请他们进来，好好跟你解释一下。叫他出来没有关系，莫名其妙嘛，有什么事情我负责啊？对不对？麻烦一下哈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这个四楼的于小姐啦。于小姐呢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报告一下。还有啊，哎，站了那么多人呐、邻居都有来投诉的啦。都。我想于小姐先开始跟你们讲一下。来，于小姐，啊，你给你跪一回，干什么东西的啊？大家好好说就好了嘛，好好说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婆，不要吃醋。其实我是都不需要，我现在是针对他这个问题来回答就好。但是我家里的那个气不需要天伦之乐，已经演过了，好不啦？好，谢谢你。OK， 好不好？好吧。于小姐有什么问题，你尽管讲。你说。我看到他在社区里随地小便。哎呦喂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情，小朋友嘛，在社区的那个呢，社区的公园里面玩一下，如果真的尿急，跑回家都来不及了嘛，对不对？找个地方尿一下没关系，不是，好不好？不能这样子讲吧？我看你有什么问题，那我拿水桶去清一清、洗洗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，我跟你讲，你告诉我。他到底尿在哪里啊？他尿在顶楼的水塔里。那我现在喝到的是他的尿了吗？你不要担心了，那个水都煮开的，而且更何况我是童子尿。什么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这一条我认了，自己的小孩没有教好，跑到公共的顶楼去尿尿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120,000的感到抱歉，好不好？不需要，好不啦？他自己讲完就可以了。好，是这样子。谢谢于小姐，好不好？好，不需要，你不用再讲了，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要生气吗？不需要，自己的小孩没有教训是不行的。徐小摩，
你给我出来，站过来。小猫，爸爸要跟你讲，当初我小的时候，我在成长过程也是很叛逆，在那个年代，你爷爷要送我去受教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他当初他是怕我没有上课，把我送到火车站，我必须在第四月台坐车。爷爷当时就从第一月台跑过来说，阿里的嘴大，你口渴吗？我没有讲什么话，爷爷转头就跑回第一月台，就去买了几颗橘子，用衣服这样子就搂着，然后他从第一月台下来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南下的举钢号，爷爷闪过去之后，他又爬上第二月台下来，月台之后唰背上一部举钢号，他就吓了一跳，就闪过去之后，他爬上第三月台上，又来了一部自强号，后来他又爬上了第四月台，他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吃橘子？就是这样子，爷爷感动了我，所以我今天我才会这样子在社会上堂堂正正的。爸爸也是这样子，上次我不是带你去念书吗？我也是为了你口渴嘛。爸爸也是一转头我就去买橘子的，我就买的橘子放在这里面。爸爸，爸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次你有去买橘子啊，可是那时候在沿路上，你第二月台就把橘子给吃光了，我一颗都没吃到啊。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讲这种屁屁话的故事，可不可以？我教育孩子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没有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今好，今天这么多乡里来了，我抱歉，好不好？来，自己的孩子，我今天没有给你惩罚，你不知道爸爸的厉害。不要不要，来，妈妈你过来，你不要再顾为着你的小孩子，你要跟我对抗吗？你要这样子跟我对抗吗？好。要对抗？没有没有，不需要，这先把孩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好？是怕妈妈护短，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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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，不要再讲什么，都不要再讲，不讲，不要再讲什么，不讲。我自己我的孩子，好不好？不讲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能再讲了。你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有人要讲，刚刚都没有人。你先处理他的事情就好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我的孩子犯错，我自己来严惩。站出来，徐小摸。从今天开始，爸爸要给你一个严厉的处罚。来，自己的孩子，我今天没有给你惩罚，你不知道爸爸的厉害。不要不要，来，妈妈你过来，你不要再顾为着你的小孩子，你要跟我对抗吗？你要这样子跟我对抗吗？要对抗？没有没有，不需要，这先把孩子的问题解决了，好不好？是怕妈妈护短，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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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，不要再讲什么，都不要再讲，不讲，不要再讲什么，不讲。我自己我的孩子，好不好？不讲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能再讲了。你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有人要讲，刚刚都没有人。你先处理他的事情就好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我的孩子犯错，我自己来严惩。站出来，徐小摸。从今天开始，爸爸要给你一个严厉的处罚。这一个礼拜，爸爸下定决心，不要到你的网站上面给你按赞了。什么？爸爸，如果你不帮我按赞，就只剩我一个人帮我自己按赞，这样很丢脸呢。妈妈，我的好友就只有你一个，你不帮按赞，没有人按赞，不然妈妈加你帮你按赞。没有，我的孩子已经伤心到这个地步了，表示我刚刚的处罚他已经有感受到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许家的诚意了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大家街坊人呢给我们的啊这些意见，我会采纳。孩子，我教训他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请大家呢一路好走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还有呢。怎么会呢？不好意思，怎么会呢？因为佩佩小姐好像也有事情要申诉一下了。还有佩佩小姐，麻烦佩佩小姐过来。你叫佩佩吗？是是是，我用我叫佩佩，讲话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差不多在这个距离就行了。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家，我想说呢，蹲亲睦邻，不需要。佩佩小姐，您请说吧。好，
是这样子的，是我这几天一直看到徐小摸乱按电铃。哎呦呀，拜托，我还有什么大事情乱按电铃？小孩子有时候呢比较冲动好玩，想说按了他就跑出来，哪一家我去那边给人家道歉，这样就好。他到底按哪里？他按的是法院的申告铃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本身在法院工作，他这样三天两头就来按一次，我是觉得不太好了。而且我问他，他是要申告谁，他都说他要告你耶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应该要让许先生知道有这样的状况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条我认了。我自己的小孩在外面乱按申告铃，而且是要告这个爸爸，我这个爸爸没有做好，我今天我就好好的教训他一下，好不好？佩佩小姐，一切的错都是这个爸爸没有再认真的照顾这个孩子，让他今天在外面可以了，你就去照顾孩子，好好的劝孩子。佩佩小姐，你讲完可以回座了。好，好吧。好啊，严伯，谢谢大家的邻居一场。是是，如果今天我如果没有做到教育孩子的这个份上，我就是一个坏蛋。好好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出来，不要太凶了。徐小木，爸爸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其实，你的阿嬷，也就是我的妈妈，在那个年代，她为了要感化我。我是爸爸，你是小孩，我们两个血脉相通，我一定很清楚你的叛逆在哪里。当初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不好，阿嬷怕我学坏，一开始我们是住在坟墓旁边，那就是怕我说去跟人家学那些有的没的，他就想说算了，那我们搬一个地方，不要让你学当地的东西。第二站我们就搬到菜市场的旁边，阿嬷一看也不行，这个孩子万一去跟学叫卖，没有念书，将来没有一个很好的前程。阿嬷于是又搬到那个呢屠宰场的旁边。阿嬷一看，哎，不行，这个孩子也许有一天跟人家学杀猪杀鸭，这样子太血淋淋的不好。最后阿嬷就搬到最后一个地方，搬到捷运站口。不是阿嬷，我不太懂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，你可不可以直接讲重点啊？因为搬到捷运站哦，去哪里都比较方便。哎，讲这个东西要干什么东西吧？不是，后来那个地价哇涨很高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讲的是不是要讲孟母三迁的故事？听好了，听清楚了，这个就是重点。孟母为什么三千？孟母本来哦，她带6000出去，但是现在物价很高，她菜市场转了一圈就花了3000，出来只剩3000。没有这个说法，没有说法的。好，好，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，我好好的给他惩罚一下。儿子，看到没有？爸爸在这里写一个这样的字多重要？告诉爸爸，爸爸三番两次的告诫你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字？是个养字哦。什么养字我都不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再讲了。你嘴巴一张开，你那个呼吸的感觉呢，我就知道你要给教训我，对不对？孩子我生的，我为什么哇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自己来教，我自己教。啊，我们就你来。好，妹妹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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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再洗涤锅炒一步，请。没有，不要乱演。现在是在教育孩子，过来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今天在这边，我这个做老爸的，我要去示范给大家了解一下，我要给你好好的惩罚一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给你禁足。听清楚了，你在这个一个月当中都不能离开台湾一步。什么？叫我吓你爸要去日本旅游怎么办啊？妈妈，不要再说了，去日本最多只能去到澎湖。现在小孩出国家常便饭一样，他这样子出去很丢脸的。你不用再替他讲话了，你这个当妈妈，我知道你是爱子心切，这样子的感觉似乎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孩子的。
好用力啊你！没有啊啊啊！没有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要那亲门打火到我们家来修理我啊？好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对孩子这么严厉了。OK 了，我们只是把一些现象告诉给许先生知道一下。不是，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给他限制多一点点的话，他不知道这个爸爸爱子心切，好不好？是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街坊您的关心。谢谢。从今以后我们会好好的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会变成社区之光。好，谢谢大家一路好走。谢谢。哎，还有嘞，还有，哪有那么多啦？不好意思，来那个这样子吧，哎，请刘先生跟你报告一下。刘先生，怎么样一个情形？你是不是好不好跟许先生说一下？好，好，没问题。你是刘先生嘛？是，来，佩，要。刘先生，我在这里。这个啊，方向是一致的，不需要。好不好？跟刘先生说就可以了。好，刘先生，我知道你有反复的委屈嘛，慢慢讲，好，让我听得清楚，没问题，我来改进。好，如果我有什么问题，那我就给你很系列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刘先生，好，OK， 你说，刘先生，你说，是许先生是这样子的哈，哎，你们家的许小摸乱玩电源总开关呢。先生跟你报告一下。刘先生，是怎么样一个情形？你是不是好不好跟许先生说一下？好，好，没问题。你是刘先生嘛？是，来，佩，要。刘先生，我在这里。这个啊，方向是一致的，不需要，好不好？跟刘先生说就可以了。好，刘先生，我知道你有反复的委屈嘛，慢慢讲，好，让我听得清楚，没问题，我来改进。好，如果我有什么问题。那我就给你很系列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刘先生，好，OK， 你说，刘先生，你说，是许先生是这样子的哈，哎，你们家的许小摸乱玩电源总开关呢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情呢？小孩子的手贱嘛，他又经常这边摸摸那边抠抠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电源总开关，三个关起来，我们再把它打开就好啊。不是啊，可是许先生，嘿，他玩的是核市场的电源总开关。是怎么玩到那里去的啊？对啊，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。还有当时我在里面工作，哦，及时看到出手阻止，就是小孩子做错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定给各位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我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交代，等于我没有办法给社会一个交代，没有办法给社会一个交代，没有办法给全世界人一个交代，没有办法给全世界人交代，没有办法给宇宙所有的人交代，没有办法给宇宙人交代，就没有办法。你要买多少交代？好的，这个交代有分长的、短的、短的，还有黄色。不是这个，好，这个开始，大家听好，看我怎么教育孩子的。麻烦刘先生，你站过去一点，我今天就是要凶起来了，我凶起来要有点距离。人家说了，当你要蹲下的时候，要不要跳高要先蹲下才能爆发出来？所以呢，那你蹲下嘛？没有，我要退后，我要一直退后，退后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一边要助跑，要冲，可以过去。好，你不要一直往这里过来。徐小摸你过来，过来。徐小摸你过来。今天我如果真的没有好好教育孩子的话，我都给您看衰了。来，莫名其妙你去关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核能发电厂，那个是会漏泄以后对环境是有，我告诉你哦，我要处罚你，我要把你的零用钱减半。那叫我一个月不就只剩下3万？减半是3万，他3万比我一个月薪水还多了，这是零用钱吗？是零用钱啊，对，千万不可以啊，3万块那小孩子要买游戏点数啊，还要吃麦当劳，怎么够啊？你不要再喂小孩子这样子，你这样子会把他宠坏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各位，我已经做了最严厉的处罚了，今天在这边我自己呢，家里面呢，我把事情做好，不好意思让大家呢啊麻烦了，走了一趟啊，谢，大家请走哈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许先生。还有呢，还有，还有，要去哪里？回来和我讲完啊，
我已经弄那么远了，你不会追过来吗？我一定要追过去的嘛。嘿，我想韩先生呢，还有事情要跟你说。韩先生，是，不好意思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是，你说，好，小孩有错，爸爸必须站出来。这我们大家都是好邻居，其实不是非不对，我不会讲这个事情。没关系，你是吧，徐太太？整个过程上面，我都觉得一开始我就不想说这件事情。你过去干什么？不是，好的不行，熏坏了。哦，行，是你偶尔来就这样。我有看到，嘿，徐小摸跟这几个小朋友，嘿，在中庭搞乐团。哎呦，韩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到底含了什么东西啊！小孩子在环境里面，大家的揪在一起，揪团嘛，对不对？释放一下年轻人的那个内心里面那个狂野嘛 ，OK 的嘛。不是那个团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是什么团？可能有点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你不相信，你问小摸看看嘛。小摸，你上次跟爸爸说借了一张照片，要放在外面，然后跟大家练团，到底练得怎么样？爸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啊。哎，你们三个来了。他有跟我讲过嘛，对不对？年轻人他有无从的。可能韩先生觉得是不是太吵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有一点不太适合。那我下次再被安排到其他的有隔音设备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先听听看，你先听听看，是不是？安排在哪里好像都不太适合嘞。这样子嘛，让我们来看看嘛。难教吗？那是什么情形啊？封神歌舞团，上一集龙家俊在慈善拍卖会的竞标又输给了狡猾的老狐狸周大鹏，感情事业接连遭受挫败，心灰意冷的龙家俊只好独自一人来到海边散心，但是没想到今晚将会是他生命中的转泪点。对我这样，这次土地竞标就输给那只老狐狸周大鹏，抢我的客户，抢我的人才，就连公司厕所都是你把我塞住的。这次你抢走我要发展的土地，你实在让我太不爽了。而且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情人，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失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千金吧，我们终于到了，开心嘞！我们之后一定要在这里好好打拼，赚大钱回去老家。当然了，来到台湾嘞，到老尾嘞，我在这里，真莫名其妙啊！不过没关系，咱这兄弟终于到期了，咱这到这个台湾啊，一定要干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没错，好吧，加油！好，那我们一起唱首歌，振奋一下精神吧。来，一二三四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我们要找到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我们要把它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，唱到什么时候？要唱到什么时候？要唱到什么时候？啊！这位同志，你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我是谁？还要问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们不知道？啊？看过你啊？不知道？没看过我？没有啊？我们一起游过来的，抱着那个篮球，是不是？是。我抱着一个水桶，游过来的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说谁？你讲话干嘛呢？是加声加气的，干什么东西？我是高老伟。高老伟是干什么的？你不认识就算了。他是我们兄弟啊，是我们兄弟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呢好不容易到这里，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发达，
不是叫你们来唱歌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吴爱台。吴爱台，哇，通子，你还改名叫吴爱台湾啊？你的意志真是坚定啊！我本来就是吴爱台了吗？哦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最主要的，我们。要小心一点啊，这边常常有那个海防啊要过来要巡啊，那个海防过来巡的时候呢，我们被抓到就糟糕了，大家注意一下了。咋这样，别忘记啊，我们才负责我们台湾接头人，你快联络一下呗，手机拿出来打呗，快点快点，手机在这里，你看我还特地用了防水的，哎呀硬是有的，我打一下。我是吴爱台。吴爱台，哇，通子，你还改名叫吴爱台湾啊？你的意志真是坚定啊！我本来就是吴爱台了吗？哦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最主要的，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！这边常常有那个海防啊，要过来要巡啊，那个海防过来巡的时候呢，我们被抓到就糟糕了，大家注意一下了。咋这样？别忘记啊！我们才负责我们台湾接头人，你快联络一下呗，手机拿出来打呗，快点快点，手机在这里，你看我还特地用了防水的，哎呀硬是有的，我打一下。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糟糕了，我忘记申请漫游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还有申请漫游的吗？莫名其妙了吗？是不是？打不通了，怎么办呢？没有手机的，真的是。啊，你们去跟海巡的接电话好了。我们就是怕海巡的找到我们，还去跟海巡接电话。我这么有钱，却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。我每天打那么多通电话，我在商场上拼斗。这里面储存了多少电话号码，有多少主公司在里面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分享。我还要这次电话干什么？我不要！我好不容易到了，都到了台湾，却没有手机，那怎么办啊？不行啊，不靠谱。完了，真的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手机啊，是啊，哇，那掉下来还掉 iPhone 了，我都厉害了，这真的是老天爷的恩赐啊！那我现在赶快去联络一下偷渡客在台发展协会了，请他们派人过来接我们。你打给在台协会什么偷渡的，人家不就知道我们是偷渡了吗？还是专门接渡我们的吗？莫名其妙了吗？真的是，这是钱包，对，是钱包。你们有这么多钱？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我一点都不快乐。他们说，身体是一，后面那些零，如果没有身体，身体抽掉，所有变成梦幻泡影。我不快乐，我有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这个钱包我用不到，我用不到了，我把它丢掉，我把它丢掉。这没有用啊！打什么债台协会？我们其实刚来这边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钱。你看我们口袋空空，没半毛。我们应该祈求老天爷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钱？老天爷啊！哦，哎，真的有求必应哎！我的老天爷呀、啊！我的老天爷啊，是人们在遭遇挫折与困难，同时又求助无门的情况时，常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。而这句话一定代表你正想着一位最能安定自己的人物，例如我的老天爷啊。如果你想着是你的神，你就会说 Oh my God。又或者你想的是你妈妈，你就会说哦我的妈呀，但是因为是脱口而出，所以还是要留意场合，例如老板要你去买菜，你就千万不要想到你的上帝，否则你就会脱口而出 Oh my lord， 然后老板又说买菜，你又说 Oh my lord， 然后老板就生气了。如果老板刚好是个温柔汉，那你就千万别老是想着你的女朋友，否则你就会脱口而出 Oh my little girl， 然后老板就又生气了。
如果你的老板刚好是个黑人，你可千万不要想着你银行的密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会脱口而出哦，密码，然后你就被开除了。这天都掉个皮夹下来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哎，里面好多钱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不少钱嘞，哇，11万块哦，哇，快点，啊，我的不，这怎么可以给你抢走嘞？对嘛，这咱是老天恩赐给我的，这个，那我等一下也算我一份啊。我这么年轻，长得这么英挺，是，我是公司的领导人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特别买了一个这么贵的怀表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我那么准时干什么？我都没有快乐，这个怀表就算是纯金的，又怎么样呢？我是不是在世界上这一个孤岛里面，我不快乐，我这么守时，我用不到它了，怀表，怀表，虽然我们有10万块了，可是这些钱可能还是不够。嗯，老天爷啊，能不能再帮助我？老天爷啊，哇塞，这怀表看起来也太高级了吧，纯金的，哈哈哈！有了这个的怀表，我们以后没钱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当铺一当了，哈哈哈！没关系啦，这个都是大家一起的啦。不过你那个东西都是要拿出来分的啊，我是不一样。我都觉得呢，因为今天我们是来台湾的，我觉得我这双皮鞋的不够 fashion。哦，我希望是不是老天爷能够让我体面一点，给我一双新的皮鞋了。哇塞，我没有皮鞋，哇，什么屁硬啊，真的是一双新的皮鞋哦。不过给我打福林干什么？我希望是 LV 的哇，也是 OK 的。打福林我是在，啊，我们那边就买得到了，我还在这里赚这一双。勉强先，我给你勉强先穿一下，穿一下了 OK 的。用，凑着用。我这里用，就我用。哎，老天爷！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老天爷！那什么意思？快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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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熟装台湾人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站好。你先等一下，长官，你看清楚先。嗯，他们都是短裤来的，要拖鞋，只有我整整齐齐还带了一双皮鞋的。我不是偷渡客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台大的侨生，香港侨生啊。你是台大，台大侨生。是啊。有没有学生证？啊，学生证的在学校没有，他谁出来旅游都带学生证，没有。少来这一套，偷渡客我看多，先站好。站好吗？来来来，站过去，站站过去，站过去。没有，你搞错。先站好。喂喂，对，站好。不啰嗦。长官，我跟他们是不同路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等会儿，你跟他们不同的省份来的，对不对？一样是偷渡客。不是不是，啊，你看他讲你，我啊，来广东梅县的，啊，广东梅县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是现在是就是来台湾读书的。哎呦，行了，啊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在大陆做电视的嘛，很有才华啊，客家话也会讲啊。阿公啊，我见多了你这种偷渡客，你给我站好。我从大陆偷渡过来读书的。你不要再扰乱社会秩序了，我真的不是偷渡客啊，我是刚好心情不好来这边散心。对对对，两位长官听好了。对对对，我是龙氏企业的负责人龙家俊。他们是不同路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等会儿，你跟他们不同的省份来的，对不对？一样是偷渡客。不是不是，啊，你看他讲你，我啊，来广东梅县的，啊，广东梅县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我是现在是就是来台湾读书的。哎呦，行了，啊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在大陆做电视的嘛，很有才华啊，客家话也会讲啊。阿公啊，我见多了你这种偷渡客，你给我站好。他从大陆偷渡过来读书的。
你不要再扰乱社会秩序了，我真的不是偷渡客啊，我是刚好心情不好来这边散心。对对对，两位长官听好了，对对对，我是龙氏企业的负责人龙家俊，你们可以去查。龙氏企业的负责人龙家俊，哎呀，我是你小学同学李金枝啊，你真的是李金枝？李金枝，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们会在海边遇。现在偷渡客都没有幽默感了。哎，你是李金枝？我是陈万福啊。小学了吗？我不是，不是，不要欺负校园了。不是，长官，你听我讲，我是刚刚呢，因为我从那个沙滩那边一直走过来，我心情不好。嗯，最近我在我自己的事业上受挫，所以呢，我来这边呢，不是来散心，没有偷，不是偷渡。龙家俊，好，我弟弟。龙家豪，龙家豪是谁？龙家豪，长官，这公事公办，公事公办。这批偷渡客还挺有创意的哈，同志好。长官，你先听我讲，真的，你真听我讲。我刚刚是真的从那边走过来，我来这边就碰到这群人，他们这群人看到我就叫我老天爷，老天爷。什么？这批人叫你老天爷？线报就这样写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兄弟，我们局里的线报就说，接应偷渡客的这个人就叫做老天爷。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讲一下。Sorry， 哎，长官，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他是老天爷，我又是老天路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？老天路不在海边，你给我站好。站好！我是另外有个朋友，他一直很饿，哎，他名字叫老天饭。这批偷渡客真的很有幽默感。好好，你们嬉皮笑脸，我待会让你们哭了走。对，哎，兄弟，搜身，看你们身上有没有带武器。搜身了啊！是收我们的身呐！哎，好，收身了啊！站开点，站开点！报告长官，啊，这家伙偷渡客在那边收到一个电话。哎呦，哇塞，偷渡客用这么好的电话，这电话你的？这是 iPhone 4来的。iPhone 我认识啊，这手机你的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哪来的？老天爷的。老天爷的。是你的手机？不是不是我的手机，因为我刚是有带手机，但是我一时气愤，我觉得我联络那么多人干嘛，我就啪就把它丢掉。所以这不是你的手机？那不是我的手机。这手机封桌面怎么跟你长一模一样啊？啊，就是他的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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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官你听我讲，你刚刚可能是我生气的时候我丢掉，然后他们刚好捡到。啊，你不要解释了啊。哎，你的服务很周到嘛！偷渡客刚来就给一个 iPhone 的手机做联络，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不要解释，不要解释，来，再搜搜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又收到什么？报告长官，收到钱包一个。哟。啊，哈哈，哈哈，这钱包你的？不是我的，老天给的。老天爷给的。好，刚才我有点过，里面有10万。哎呦，哦，还真的有10万呢。这钱包，他说是你给的？不是，其实我刚刚很气愤的时候，因为我虽然赚了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钱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，不快乐，啪，我丢掉。所以这钱包不是你的？不是我的。哎呦，那怪了，这里面的照片怎么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？啊？我是我丢掉的，哎，那不是我给他的，老天爷啊！你丢掉的，你丢掉的，随便他们捡到就有10万，哇！那你多丢几个，我多捡几个，我不就亿万富翁了？不是，长官，你听我讲，你不用再讲了，你的服务相当好嘛。偷渡客一来，先给10万生活费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哇，来，待会儿。报告队长，啊，有，还有东西，啊，放手，放手。
这家伙正在收到一个999千足纯金的怀表。哇啊，这么贵的表啊。这个是千足的，真的纯金的。我刚才出来台大乔生。哇，这么贵，哎呦，我们一辈子的薪水都赚不到这个。哎，谁买得起啊？这表你的？我不能拿我的。老天爷给你的。哎，老天爷啊，老天爷，他说这个名贵的金表是你给他的？是，这怀表虽然是我的，但是不是我给他的，因为刚刚我在呼天抢地的时候我恨，然后丢掉又被他捡到。哦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的，的确是你的，没错。我知道了，是给他们记时间，当做你们约定地点的一个时间信物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不啰嗦，这待会局里再说啊。来，再收收看还有什么东西。长官，王长官，这个夏沃身上收了一双皮鞋。哇，这皮鞋刚乔森嘛，一开始我就看到这皮鞋，这皮鞋是你的？这双皮鞋嘞，其实在技术上来说是我的，那但实际上呢，也是老天爷掉下来给我的。这但是我不要这个牌子，我本来是要是 Belly 或者是 LV， 但他掉一个达芙琳，相当有品味嘛。嗯，所以这皮鞋是老天爷给的。老天爷给的，不是不是，长官这下子就很清楚了，因为我自己来海边，我是穿拖鞋来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从沙滩那边走过来，所以呢，根本这皮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说这位偷渡客，这样子啊、哦。你刚刚不是偷渡客，这不是陶天啊！我先理清楚一下啊。李金枝，我不是偷渡客，不是李金枝。我搞清楚一下，你给手机我可以理解啊，你给钱包我也可以了解，你给怀表呢，我更能知道怎么回事。你给这鞋子是玩什么花样？你给我老实招来，不然一会儿到局里我要你好看啊。我没有，真的不是我的皮鞋嘛。报长官，我觉得在下有个建议啊。是不是穿的很简单嘛？叫他穿穿看就知道了嘛。哎，如果是我讲的，就是你的。好吧，我穿穿看，来来，穿穿看。对，当然啊，如果叫他穿穿看就好了。不是，来，你都会嚣张干嘛？你也是太清楚了。穿穿看，穿穿看。来，穿穿看，你穿穿看啊。你要是刚刚好合脚，我看你这下什么狡辩。我都穿沙滩鞋来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是我的皮鞋呢？哎呀，偷渡客花样我见多了啦，你这种偷渡客我也不是第一次。报长官。竟然合成这样，连一张名片的厚度都插不进去，舒服到不行。报告长官，这很明显啦，很明显，这双鞋就是他的啦，就是你的了，是啊、不是我的，你还想狡辩呢、啊？你，我你像，没有错，显而易见的，大家看到我就知道，我就是格林童话里面的王子，而你。就是我的仙杜瑞拉，这双鞋子是我丢的。我先帮你穿另外一只。干什么？就是你，你就是这双鞋子的女主人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跳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一支圆舞曲吗？就是这个感觉 ，Oh my God， 耶！啊，你好美，你真的好美啊！就算你今天女扮男装，我也永远会记得你是舞池上面最美丽的灰姑娘。Oh my God， 辛苦你了，你跟我回去好吗？回到我的回哪里去？回去哪里？就回去我的城堡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，他还会把我看成是他心目中的 Cinderella 灰姑娘？他的眼睛是不是要去开刀了？这是什么情形啊？等等我，外公，三面采光哦，然后通风设备极佳。嘿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来的时阵，一阵白茫茫。我要再来。我的。什么时候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我不是来看房子的嘞。我是不好意思去先看，因为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说，我也不是随便就是到你们家来这样子叨扰，也不对了。你看。不是啊，那个东西
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你应该是没有福泽乡里的。你是不是代赛的啊？林小姐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讲。你说，你说。我看到他在社区里大小便。不对，小便，随地小便，对不起。这个人是太莫名其妙了，抢我的客户，划走我们公司的人才，连厕所都不爱。这是阻塞。这个海防过来巡的时候呢，我们被抓到就糟糕了。哎呀，大家注意一下了，好不好？请问警察调岗，台湾街头的人呢？怎么没人啊？台湾街头的人是谁呢？啊，找一下台湾街头的人呢？在哪？哎，不是，不是你这样，那个我们台湾街头那不是您负责的吗？对。啊，非常的好，就算你今天男扮女装。但是我永远是女扮男装啊！你真的好优秀，